Jack， 你会摄影吗？会啊。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。嗯，问吧。广告老说的景深是什么意思？景深就是通过调节光圈的大小来对物体制造一种虚实和远近的效果。那 ISO 呢？ ISO 是感光度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关于摄影没有我不知道的。这么溜吗？对啊。那我考考你，中国一共有多少个摄影师？三。